咱做伙来念读上帝话经文第六十篇，记载伫《箴言》经书十三章。我来起，请大家来播音。我若未晓讲人的言语，的语言，甚至天才的语言。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书，我若有够大的信心，通移山倒海。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，也是献身身躯予火烧。仁爱是宽容，仁爱是慈悲，有仁爱就会嫉妒，会报答，会交换，会做更小的代志，会求家己的利益，会快受气，会求恩，会爱不义，只要爱是义，仁爱会包容一切，对一切有信心，对一切有盼望，对一切有耐心。一声，你来永远存在。咱个上帝信息按文书是暂时。我们永远不是完全的，咱家咱说白了有限。不过，迄个完全的一个来。我这囡仔时讲话亲像囡仔。你也亲像囡仔，想法也亲像囡仔。但我已经成年，就像囡仔所发的。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，模糊不明。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。其中上最重要的是信心之爱，以上啊上帝话来祝福咱，引导咱来行信仰的路。这时我来读今日的圣经，今日圣经有两位吼，第一位是伫《哥林多后书》五章十七节。安尼讲，所以人若变得祈祷，就是最新创造的，旧的代志已经过去，但拢变成新的。第二位是伫马太福音第二十章二五节到二八节。二五章，二十章二五节，安尼讲，耶稣叫因来讲，人在外邦的人，人君罪主来治理因，因的大人管辖因，独独恁中间毋是安尼，恁中间爱做大个，要做恁的臣用，爱做头个，要做恁老婆。八十，真正有人出来，不是要找用人，是要给人找用，我献伊的性命来赎回济济人。以上，咱今仔个经句吼，咱做伙来读，咱先来读台语，再来读华语吼。台语安尼讲，我最初最先知，小时候来认识他。你是我的天父，你为我一点不容易，我一定要把我所有的一点来的。我是你的子，我们的夫子上前洗你们的脚，你们也当彼此洗脚。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
去做。以上，以上这个话成为我们的榜样啊！这时候。